我们夏红女士的爱人也在现场，来特别来介绍一下好了。啊，来上来啊，大帅哥啊，大帅哥来介绍一下。谢谢啊，等一下我们夏红女士哈、啊，这次的表演哈、啊、也都非常的精彩啊。那剪纸方面啊，剪纸方面等一下也会，等一下会表演吗？啊，等一下会再做表演啊。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特殊啊，而且夏红女士她是从七岁就失去双手啊，所以来开始了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努力啊，克服了很多困难啊，造成她现在非常有成就，也非常有爱心啊。在2014的APEC 上面啊、也有特别做表演啊，也而且得到我们习主席的夫人啊彭丽媛女士的特别的接见啊，我想在媒体上大家都有看到了。我想这一次哈、啊、整个全部的表演来讲，夏红女士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作，而且我们这次的慈善活动里面，夏红女士啊给会鼓舞到我们整个南高雄啊非常啊南部的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啊，给我们所有的人大家提升到大家自我的一个意识。谢谢谢谢。好。